载舒汉服部。其实不同的款式适用于不同的场合，大袖的汉服的话呢，它更适用于礼仪场合和一些节假日的场合，窄袖的汉服的话呢，它更适用于一些工作啊，日常生活。那在我们的上新当中呢，我们也会保持一个多样化的上新，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一些适合自己的汉服。那么也希望大家一直关注和支持我们。对时尚款汉服有什么看法呢？其实在当今社会上面，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不同的流行元素，将这些流行元素呢和我们的一个传统形式的汉服相融合，可以更好的传承我们的汉服，也能让更多的小伙伴呢认识我们不一样的汉服。那这样的一些时尚款的汉服呢，也会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。大家一直在说袄裙版型的问题，请问做出修改了吗？那对于接